今、行くから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姆哈特，拉姆这款《植物大战僵尸三》，抢先体验啊！那这边有 Google、Facebook 游客，登录一下。游戏目前下载次数不多，5000家而已。最近更新日期是11月12日。0.1 兆是什么意思？0.1 兆字节哦，字节好像是那个。中国的说法是不是、字节跳动、我们应该是用 MB 啊或是就那种大小啊 KB 啊 MB 啊 Bit 啊小时候游戏都是什么 128KB 哦 64KB 超小的啊，《植物大战僵尸》是很老牌的塔防游戏，很老牌了吧？以前是 Flash 玩得到啊，或者一些 PC 单机版都玩得到。那我们这是手游版本的、在干嘛？给人家吃东西变身哦，吃了这个什么潜艇堡三明治。二连射，植物大战僵尸，我记得就是会有那个向日葵啊，然后可以收集阳光啊，然后这边还有时候会有输送带啊，反正有时候可以用一些障碍物啊。我们来看一下好了，远程使用技能就对了，现在多了技能就对了。好，各就各位，获得了一个向日葵。太阳光，阳光可以干嘛？这边还没有修图啊，我在捡，可以用技能的，捡，到时候会有好几个路线啊，你要去布阵。这我应该不用解释啊，大家多多少少都玩过《植物大战僵尸》吧？2024哦，反正就新游嘛。繁中化都有做出来啊，就是这个什么僵尸到十亿哦，世界探险，僵尸之都是欢迎你。开始作战。寒冰射手，这就是要阻止他们前进，他们会吃这个，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。流神哦，哎呦，斑鸠吗？哇，我们都闪电的哦，哇，他会连锁电就对了，连锁闪电。把坚果墙跑起来，然后我们种这个向日葵，产生更多的阳光。泥泞小路一，这个是加速吧？这个是坚果就障碍物啊。哦，有阳光了，我们可以招募了。开始吐，然后这个应该是缠起来，然后可以我不知道干嘛。刚刚缠起来就没有布阵了，没有重新布阵。有啊，是反正没有。那这个应该是进度表是不是啊？时间表。这个可以给他吃，他会变强。变两发，二连发，刚刚教学的。敌人怎么还不来、有点慢，我们加速一下。哎呦，
哎呦，现在问题是，按太慢了，反应不过来。还有这个电的有伤害吗？感觉伤害不够高的感觉。我还在努力的看，加速一下。哦，鸟感觉还好啊，我们就电死它了。它不会电的吗？不会电的怎么办啊？哦，它还是会降落来攻击我们的、啊。好，过关。抽卡包、哦，获得闪电芦苇。营养液。我有笨蛋病哦。今天是11月16号。我觉得今天这两天空污蛮严重的。鼻子在我在家里也是会过敏，然后鼻塞、流鼻水、打喷嚏，非常严重。然后我看外面都是灰蒙蒙的。怎么会这样啊？我是不是要得肺腺癌了？得肺癌。疯狂过敏，就一直打喷嚏啊！就洗澡的时候不是会洗热水嘛？啊，热水都会有蒸汽嘛，那你鼻子就会一通比较通嘛。然后洗完澡出来，一吸到空气之后，整个过敏，过敏到我要吃药，吃感冒药，吃那种药局卖的那种感冒药，日本的那种新露露。我就觉得要多点阳光啦，至少种三颗向日葵，别忘记了，别忘记了。好了，敌人要来了，我们要观察一下敌人。这个会自己产生嘛？然后有时候从天而降那个阳光，好来了，你也可以多盖点向日葵。增加收益，我觉得要多盖点向日葵会好一点，这样我们就可以狂升了。狂升有没有？资源越多，我们这样子升得越快。大家觉得怎么样？有没有这样资源就越来越多？来啊，怕你们哦，没在怕你们的，快来啊！但是你要记得点一下，太多了都来不及点，三个点好了。试一下，再三个电，有没有？经过我的手术，他们是阻止不了我们的，还可以再吃一下。很忙欸，很忙欸，没办法挂机啊！我这个年代不是要挂机玩塔防了吗？怎么这个游戏这么忙啊？所以大家还是玩一些可以挂机的游戏好了。我盖太多了啦，我都可以进化了，都可以用大招了，他们都满了，可以用大招了。
OK， 这是一个很忙的塔防手游。探险币是干嘛的、啊？这游戏是我打开 Play 商店推荐的啦。一定要玩吗？没有，没有说一定要玩。哦，一定要玩。我想说，我们回首页看一下。这个是输送带玩法的吗？一二三四五，一二三四五六。哦，哦哦，啊，我什么东西没选？这个没选，为什么？不用选吗？这个东西啊，好像他说一定会上。啊，让你介绍一下新的植物的，没有啊，没有在这。哦，会不会是阑尾的关系啊？不知道哎、欸。再玩一关吧。那首页的部分可能玩不到，因为打算玩12、13分钟、14分钟，不然就是要跳过啊。我来跳过好了，看看这关打完会不会取得控制权，然后回我们首页稍微看一下。我们先跳过。好，通过啊！两倍速的话打很快啊，然后你就不要管它，就狂生产、狂布阵，就不要管他们。看起来应该自由了啦，就玩个两三场就可以。回我们首页稍微看一下，首页目前。这边可以有一些基本设置，画质60帧，然后没有什么低中高画质，声音账户。好，这是我们祖先冒险嘛，背包，却没东西啊，植物。植物好像没有养成的东西，还没看到。育种，这个应该是抽卡吧。要一直玩啦、啊，现在没有，现在没有这个药水可以浇灌。然后这是钻石跟这个有一个金币的样子。这个一我不知道，邮件的货啊，一键领取哦，我看到10连抽了，确认。有 Facebook， 然后。这个测试是到11月24哦，所以他抢先体验是在测试就对了，到时候会三档测试。那有那个实验抽嘛，抽下去结果不是抽什么角色，有啊，有个寒冰射手，那其他都是一些资源吧，什么藏品的维生素是要给他们吃吗？现在还没有开啊，可能到时候要养成吧。好，有这个远程近战骑兵，远程阳光坚韧这个肉盾。那我们就玩到这边啦。我是汉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